赵薇的处女作致青春掀起了一股感怀青春的热潮。5月30下午，主演之一的韩庚继续怀旧之旅，上传了两张学生时代的青涩合影照。照片中韩庚俊俏的脸孔十分打眼，让不少网友一眼便捕捉到他的位置。令网友在感叹青春岁月的同时，也笑侃韩庚是不是吃了防腐剂。乐视娱乐，整理报道。